超级蛤蟆，叫我国王。经过我改良再改良，虽然说数据显示这是一个44%的垃圾脚哈，但是经过史丹利的改良再改良哈，我们不需要那个闪现，我们的 W 就是闪现，我们带点燃拼单杀 TP 支援队友，这就是我们最终的改良。达瑞斯什么意思啊？又犯又达瑞斯，被堕坦呢？我们选个坦，他们就选一堆堕坦的，到底什么水平？露露啥鸡排脸？露露就很鸡排啊！这达瑞斯有够强啊！我们不打。哎，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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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个对线被扛，首选癞蛤蟆下场，哎，下路被单杀，正常，正常的下路，这个我是习惯了。开始。哎呀，发育这兵。超级癞蛤蟆，一直盾，一直回血，一直爽。You see， 无情回血。我们就是为了小团而生的角色。No. 哎呀，你打完小。哦，没有 CS 了啦。以前的我会很不想出 CS 啊，现在的我知道躺的可贵。真的，我们知道躺的可贵。啊！什么水平被换掉？哎！知道我是谁吗？哇！哇哇！怎么又送了下路？帮完他要送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把基本上我们不会去打这个线了啊！康我啊，这个达瑞斯啊，带点燃，他先康特，我再带点燃。基本上他不单杀我，他就是个废物。他一定要单杀我的，他不单杀我，他就是个废物。我这样子他就很烦、啊。他虽然赢 CS， 但他就很烦。真的、啊，我们要懂他的心情。他现在很想要破皮或单杀我。要不然他觉得他不配，没错。点爆，哎。所有人都应该淹没在我的庄严之中。哟，起飞，嘿嘿。扭，叫你扭，什么扭？后续还被单杀，就简直就不要不要！哭！啊！真的！啊！给我舔呐、啊！哎呀，你不给我吃就没救了。吃鸡嘟嘟！给你打折，他妈我身上带2000块，打输人怎么了？又想来挑主播毛病了是不是啊？支援。
这个起飞打二控很强。不要嘴到人生中。哎，救我！拜拜。你不要跳走啊！他打我，你跳走什么？哭啊！如果两个我就算了，如果有五个我就好了。他妈，如果这场上五个人都是我，那有多好？但如果有五个史丹利。哇！救援兵鸟把蛋夺走，夺蛋游戏没救到，这个推走就对了。魔术要二十个女的。我觉得是来抓我吗？我们现在看他们是就帮他还是来抓我？我站个安全一点的位置。欸，不要让打二 G 打五吧，不是吧？你们真的很离谱欸，你们怎么打二 C 可多这么多个？嘿嘿嘿，吃进嘟嘟。起飞！起飞！三个人！哎呀，这样也能输？这样也能输 ？AD 怎么死的啦？要等 AD 啦，需要等 AD。又屌开了一波，他妈赢这么累，起飞！又来了，每一波都要打成这样，每一场都要打成这样。Bring！ 嗯，顶飞。被吃进肚肚的绝望，被我吃进肚肚是很绝望的一件事情啊，欧拉夫，你看，哎，我保人，我保人，哎，啊，我不知道这兵鸟啊。是啊，你们干嘛啦？那怎么感觉刚刚被开的时候他可以救我们啊？放鸟，那打怎么不用啊？点他，点他，点他！你这么肥，点点点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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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、啊！对嘛？这样才对啊！放鸟，你他妈二十颗头，二十颗头，赶紧一点！啊！抢到了！大胖娘怎么又死啊？不要射我！不要射我！
你不要送头！到底送爽没 ？AD， 你送爽没？你送爽说一声。AD 送爽说一声。饭这么痛，三线你看我头都爆开了，射三角头都爆开了，这是三角。被我吞下你还能活？我还能活啊！被我吞肚肚了还能活啊！啊 ，carry 态势就是这样。你看，我要军错吗？我吗？不用打。不管我们的前期表现怎么样，怎么打优势都优势不了。我打 W 进场顶那个饭，然后我直接把他吞进肚肚，让他直接没有用。他至少会在我肚肚里面多久？他会在我肚肚里面三秒吧。我们让他三秒没输出，那就是我唯一做的事情。我等一下不要归，我看到他我就直接打 W 到饭旁边，我硬舔他三秒。有没有完美完美完美，这一招完美 ，nice 啊！这一招完美，饭直接没输出，有啊，这招有啊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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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九什么？没八啦。我们完全明白癞蛤蟆要怎么玩了。我们这么牺牲奉献，还把蟹让给队友农的情况下，系统给我的评分，我实在是接受不了。系统给我 C 加，你觉得？你觉得他妈我的表现是 C 加吗？你们觉得我像吗？我像吗？我那个会战的表现，我先把他顶起来一秒，再扛他两秒，再把他吞进肚肚三秒，再顶他一次，我至少扛了他七八秒啊。刚才废了点，但我们是癞蛤蟆嘛。